真毒晕了他。崔大将军夸我很会随机应变的，完了，这玄泽才多大就这么像你，以后还得了吗？像我又如何啊？难道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是我的阿莹是这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嘛，我才不喜欢别人像你。那若是我生了女儿，像我，怎么办？当然是可以了，生儿子也可以像你，因为是我们的孩子嘛。竟会说些甜言蜜语哄人，要是生儿子像你，可就糟了，惹一身还不清的桃花债。所以说都要像你，不要像我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十七了，突然肚子好疼。来人，快来人！陛下，您还是歇歇吧。我哪有心情歇啊？这都一天了，我怎么感觉阿莹的声音越来越虚弱了？她不会出事吧？啊，不会的，夫人生产总是要过这一关的。刚才桃子也说了，一切顺利，您不用太担心的。只要顺利的话，不应该早就生出来了吗？陛下，皇后吉人天下，她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只要她平安。只要平安就好。恭喜陛下，皇后娘娘诞下了一位小皇子。皇后呢？皇后娘娘一切安好。恭喜陛下！辛苦了。这是我们的阿道。真的要叫阿道？江兰的女儿，岂不要叫阿珍吗？携崔林回到楼兰关，布衣书时枕戈待敌，终尝数位边疆之愿。我回来了。阿爹回来了。阿爹今天打了一只黄羊回来，马上烤黄羊吃，怎么样？太好了。烤黄羊吃了，走。有烤羊吃了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喜不喜欢吃啊？喜欢。
心地虽然年轻，却极为有魄力。如今百姓安居乐业，我们在边关也能过上好日子，真是太好了。有了，你们别客气，不够还有呢。阿爹逮了好大一头黄羊。阿爹，你上次说老鲍伯伯烤的黄羊是全天下最好吃的，真的有人比你烤的还好吃吗？当然了。阿爹烤的黄羊不及老鲍伯伯的十分之一呢，只可惜啊，你吃不到了。阿爹烤的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阿刀，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了？谁拿出来的？不关妹妹的事，是我从箱子里翻出来的。真的是你拿出来的吗？是我拿出来的。阿娘，你不要怪哥哥，我看见画册上的阿娘画得好美，就忍不住拿出来和哥哥一起看。你怎么知道这画册上画的是你阿爹和你阿娘？阿娘跟我说过，第一次你跟他打架你就输了。嗯，嘘，骗你的。你阿娘骗你的，你阿爹才不会输呢。这是你阿爹让着你阿娘的。我明白，就像哥哥让着我。就像哥哥让着你一样，但是将来也会有别人让着阿珍的。阿娘，这是哪里呀？好美啊！这个地方叫做乐游园，是个很美很美的地方。等你跟哥哥再长大一些，阿爹跟阿娘就带你们去这里玩，好不好？好。想去吗？想。这画册里呢，画的是你阿爹和你阿娘。但是呢，阿珍、阿道，等将来你们自己也会遇到有趣的人、有趣的事，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，需要你们用一生的幸福去描绘的画册。那我要努力争取画得比阿爹和阿娘还要精彩。那还用说吗？我一定比哥哥的更精彩。我要比你精彩。我慢点啊，慢点，别摔着。真的娘。